哎呦天，终于找到这个桥了，这个桥巨屌无比啊。先走走看吧，说实话我对于走这个桥啊，这还是第一次啊，之前都是坐这个铁路。这条道估计得走半个小时啊，非常的长，非常非常的长啊。虽然说我的那个女性啊，就是说我们宾馆的那个大姐，她给我画的时候好像是很近，其实这条路很长的。我一会儿可能考虑坐一下她的这个地铁 tram。哎，下面的话好像也有一些车。